好，我家出了，本来都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你们家出了，快点开着。你稍微一步进去，慢点。买一个，那个没有什么的，还多嘛多，他都不的了是买的，多嘛那点吧。哎，这种，这种太累赘。家里外边没工资，根本没的事，外边没工资，根本没的，不能买不了，怕这痛吧。是不然别人干的事。我就喜欢干这个嘛，买些亏了不。